OK，那这里要求的 F 要改区域，就是墨西哥，好，墨西哥的国家代码，好，是这个。好，在这个位置要算的是 averaging if，函数不是在这，哎，它是在其他统计的很上面，所以还算好找，还算好找。公式其他函数统计类 averaging if，那这是指单一条件，好，那第一个他问的是我要评估的范围，那已经讲了国家，我就很偷懒的用这个比较快。或者直接打字也可以，那我试一次好了哦。就是如果各位最后选择直接打字，因为太累了哦，切来切去很麻烦，那就像现在这个动作，只要你字是对的，后面就会出现东西。你有多一些不必要的，有没有？后面就会归零。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判断，如果选择首 P 的话，好啊，复制贴上也可以，只要有个位置叫国家就可以了哈。然后第二个条件是 MEX。这个在过去 MOS 的体验里面呢，经验当中是可以这样点的，在过去的经验是可以，可是我们都会教完，还是宁愿你首 key 了。我们其实还是会怕怕的哦，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没有差那几个字，哎，就是宁愿你自己打字，而且还会很坚持大小写要一样，就一定要一样。然后第三个他就问说，这个好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检查哈。第三个是问说，在前面所有金牌的得主的分数，就是这一块，哦，所以672分。那刚那个错误就是因为我还没给他第三个，所以他搞不懂，哎，他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，哦，确定，所以墨西哥，哦，这边是672，哎，672，所以这个就是23，averaging 以国家当条件范围，条件是 MEX 首 key。然后后面是对应到50米里面的 F 三到 F 十八，然后会得到一个672的分数，这就是步骤23。来，画面还你。所以应该是672，哦，比较干脆的比对方法就是672啊。考试上不要这样比啦，哦，只是练习的比对方法可以直接这样看。会啦，考试数据不会一样，对对对，不太可能一样了，哎。好，再来，再来是24，那24的 G3 一样往右移一格，就是 H3，所以他要求最高分数的选手的名字。他要求最高分数选手的名字。哎，那个有老师有多的讲义吗？就等一下再补印，
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可能因为等一下再请他们再补印一份，因为我这边也没有拿，哎。好，那这里呀，请各位留意是，他不是问最高分数的选手。所以一般我们可能会先想到它是一个什么很复杂的动作啊，然后什么自动读取，没有，他已经跟你讲函数叫做 write 了，他已经直接跟你讲这个函数，所以等于是各位等一下用眼睛去看699的分数是谁，嗯，他等一下就这个动作，所以他考得非常的手动化，哎，我们的说法叫手动化，那因为您知道699了，你就可以到前面去找谁是699，来，画面请借我，然后我会带啊，对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是 H3 哈，让各位先知道我们要改 H3 这个位置。然后它是使用这个函数是文字类的函数，它是指从字串的最后一个字往前取一个长度回来，哎，它让你去取一个长度。所以我选择了这一个函数以后，它会先问我字在哪。那它问的是最高分数的选手名字，所以就是自己到50米去找到699那一格。的对应的名字，哎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啊，才699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会只看绿色啊，哎，而且刚刚已经知道699了嘛，所以绿色，然后找到699就只有一个，然后往左看。那我们题目设计的比较刚刚好是六码，所以它会全部秀出来。考试我记得它有大概15码，哎，然后它很聪明，它就让你15码去取后面的9码还是8码，刚好就是那种名字的单字。他用这个方式设计，那我们设计师取六嘛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我是用2码还是 IA 嘛，4码就是 EDIA 嘛，那题目讲六嘛，那就是六码就完整的名字出来，哎，然后确定，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手动去找699是谁，把他的名字读回来，嗯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来，画面还你，然后等一下25就是最后一个函数题。